今天要来玩的一个，保证很好玩。好，然后你们团员之间大家团不团结？团结啊！你们团结吗？团结！哎，我们超团结，我们还有跳舞的，对不对？好难沟通啊！好高调钱，上班大家看看港铁。对，队员当中有偶像情节，有是啊。哎，因为我包啊，我就跟你说过，这不可以是队呼了。为什么 ？One two three go， 好难沟通啊！非常欢乐，对，两边准备好了，人体输送，最快将队友送至对岸获胜。要轻的，这边就小空，一定小空。所以我说你们占优势，这边这边有重重，这边重重吗？他不瘦哎，他只有35公斤哎，我是说一条腿。如果他们输送壮壮的话，我建议他好重哦，队长，石头布，好吧 ，one two three， 好，冲上过关。高哥有球，踩到
我是因为我觉得玩很大，是本身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节目，对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对，他们那队犯规，因为你们一开始说苏子成没有加入他们的排队，苏子成在旁边辅了两段，对，两段的话，我觉得折中下，我们算你两分钟就好。是吧？但是他脚还动啊。他应该是三个要接在一起，你要过去的时候帮忙扶一下，立刻要跑到前面。马哥刚刚就讲加十五秒，我觉得合情合理。哎，我刚刚是说十五秒 ，OK 啊，十五秒可以的 ，OK， 十五秒不得了了，十五秒 OK， 他们三分十五秒嘛 ，OK 啊，我讲十五秒。我跟你讲，宪哥在修比杜华时代就是比较腿小嘛，这是不是？那个年代，我讲真话，我是比较疼刘根红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会扶老太婆不还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就加十五秒了。Yeah. Oh, 加十五秒。哦、oh, yeah. ，啊，你们刚是三分十五秒嘛？啊、oh. ，对不对？他们秒数是三分十五秒，几秒？恭喜呀！恭喜呀！259了！我们太厉害了！红山沟对吗？老板要钱，0.01秒。啊，0.01秒！ Nice， nice， nice！ 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。Yes， 刚好是3分14秒59。对，我后来啊，那我会扶老太太过马路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恭喜我们黑队获胜。两位要 PK 一下，来来来，这一场赢了还可以，我就辛苦一点了。我对你有信心，我辛苦一点，我来。不要啰嗦，男人看你。来了来了，谁？日本。可以是壮壮来扛，扛过来也 OK， 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不用啊，危险危险，面子问题是吧？讲小马，有志气一点，我让先两步，好，好，不让，不让，看谁强，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OK， 好，那你慢三秒出发，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预备，完了，也好，预备。你不要负重，先不稳了，快！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 ，Go！ 加油加油加油！对，挡住他的跑道，对，漂亮！加油！马哥追上来了，马哥追上来了，马哥，马哥追上来，马哥，可以，可以！获胜的是我先摸到。到底是谁啊？
必吃。啊，对，不要。中间起码打仗一场。没完没了的人生大战正式展开。各位队员，好好准备，因为下一关更辛苦。